烟火啊，然后一零一啊旁边那个市府广场前面的跨年晚会啊，以前是只有那边的，可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，全台湾各县市都有跨年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是说请来的卡司啊怎么样，强不强？啊，有的卡司还这样跑场的。最有名就是姐姐啊，谢金燕啊，以前都跑场啊，对不对？北中南啊，最后在哪里？